Châu Mi.前世，你是九鼎，我是兰枕；这一世，你是九命，我是金冠。你注定是要亲手杀了我的。不论前世今生，不管我是谁，我不甘困于这红尘囚笼，可谁又能逃过？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你，我绝不来不及了，都已经来不及了。你我注定不该相遇。我不甘困于这红尘囚笼，山河我是绕过半世，如昔我霓虹。前世可负为敌飞薄你眉目，你我往后生死无关，再无瓜葛。前世情，今生债，红尘轮回，就当大梦一场。若是前世不相欠，今生何必有相欠？若是红尘轮回，终是大梦一场。我阿九愿与小兰长水不息。不要再来找我，否则我一定会杀了你。殿下，你当真愿意吗？你若是现在后悔，本王不怪你。当初若非殿下出手相助，原想此事还在那凝春阁受人践踏。殿下想做什么？月下都心甘情愿。本王等了这么多年，明日终于能与他相见。
这里就是太庙了，皇帝稍后会来这儿祈福，我们先行进去埋伏。既然是祭祀，为何这里不见牌位？莲花警官，他怎么会在这儿？布阵！太上之令，超如孤魂！太上之令，超如孤魂！我此元神，速速退还灵魂！幻魂咒，飞燕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以你的精魄滋养莲儿的根源，以元香的身躯承载莲儿的灵魂，如此一来我就能换回我的莲儿了。你杀遍精怪就为了换他性命？我杀遍天下精怪，取出精魄，就是为了再见到他一眼，可我从未成功过。如今天助我也，我遇到了你，我只需要你一人的精魄即可。这么多年了，今日我终于可以再看到。何处留存？三魂走将，七魄来临。小兰姑娘体内的魅主之魂正在苏醒，三界恐有大难。